苦尽甘来。哇，说的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还有一杯苦茶啊，直接苦瓜汁啊，直接榨成汁了。这个给他喝。哎不然是你喝啊。你礼貌嘛，你礼貌先。喝了哎。好，我们希望祈愿这个诗琳姐吃得苦中苦，对不对？然后甲扣动作甲扣，是甲扣动作甲扣，好喝，赞哦！来来来，我们先合照一下，苦瓜再借我们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先合照一个苦瓜照。来，我这边。好，左边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苦瓜帮我们，谢谢小生哥。就老酒歌啊，你啦！谢谢。老酒歌啊，就无，即我今天我就是啦，头家啊，我就讲啊，无我就唱一个歌帮你啊，真的太会唱了，唱。应该要投资他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啊而且我这次刚好有一个荣幸跟他们合唱的一首歌啊，太好，太能唱了。人家都说，那个杂货我听得比你好好听，因为他当时新人，人家不知道他名字、啊，丢丢丢，说他叫谭石林，真的是唱的。是哇，谢谢大哥的评语啊！真的谢谢小迪哥，你不嫌弃，真的。对，记者先生、小姐，大家好啊！很高兴今天诗琳终于踏出第一步哈、哦，然后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啊、为他打气。然后特别我有一个礼物，也有礼物，太好了，好，真的太幸福，真的哦哦哇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小虎哥，你真的太了解我，你知道我喜欢 Hello Kitty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是带这个 Hello Kitty 的蛋糕。然后虽然说这个路是很苦很难走，哎，对，前面受苦瓜了，可是因为诗琳真的长得很甜美，是而且是算那个冻龄魔女，对，哦，美魔女。所以我希望你的事业是甜甜美美的。谢谢小虎哥，太好了，苦尽甘来，吃完苦就要吃甜的嘛。不是真的还蛮爱吃甜的。真的哦，对。哦，来来来，我们也请两位先合照一下，吃那么多甜的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两位大哥，谢谢钢侠钢侠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哦，加油加油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好。哦，好，浪姐，好、哦，谢谢。要读，等一下读照，你要读照啊，你别走，来来你。是哦，哦，来叉腰哦，来，谢谢大哥来指导我们怎么摆动作。来，哦，是 ，OK OK， 真的很漂亮，脚可以勾一下的，少女的 style， 对不对？喜欢Hello Kitty有少女心呢、啊、哈、哦。你看看，昨前两天少女时代才开演唱会，你仔细看一下。因为修花艺，公安你修花艺了哟。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少女时代哦，太可爱了。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右边。勾筋，勾筋。来右边。好，保持心情愉悦哈，家庭自然幸福美满，这也是他给我们的启发哈、哦。谢谢诗琳姐，好。哦，大家开得很高兴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好，谢谢。